Whanganui, Tieke!耶、yeah, ，好好玩。饱喽，现在又要走喽，我要撞到喽。左边啊、哦，中间有个大石头，要左边，可是不要打到那一个木，就在木和石头中间。呜、哦，那边快哦，要转右边，右边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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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翻船了。一只鱼在里面，哎、欸，鱼掉出去了。啊，我在想，就是有没有可能是进那个河上去？哦，是，要吗？不然了，不然太远了。来吧，第一天。哦，终于找到走那个 campsite 的地方了。Hi, Whakahoro. Next up, John Coll campsite. 耶、yeah, ，找到昨天掉的黑箱子了。哦吼，哎吼，你被冲上来这边，我怕你真的是跑到大海去，到 Tasman 哦。OK， 过了这边后要左边了。啊！打到！好危险啊，我看到你真的好像一面镜子哦，这好像踩上去以后你可以踩在上面的样子。来了啊，我们去边边，他要过。午餐吃饱了，现在要继续。还有看到了一组马来西亚来的，等他们。今天太甜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来来前面的大石头好漂亮。下雨喽！龙口，阿罗。你阿罗什么哈？前面有 rabbit。到喽！今天比较多人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要下雨了哦。走喽走喽，哔哔哔哔哔，下雨，里面有 rabbit。好大雨哦，在这风大雨之后。中间嘛，哈，这个惊险，对，这个惊险有 hold 住。如果换作是第一天的，我们应该会翻。哎，刚刚那个刺激，哎，因为那个有落差的，那个水应该会把我们推向左边。那不是石头，那是浪来的。还往右边开，坐稳喽。Tieke Kianga。They are coming to take a Kianga tonight. 60 school children. Wow. Thank you very much. Oh! My favorite. 第四天。The big boss of the day. 来喽！
可以 follow 他，来喽。来，大石头。OK， 可以了。Live! Yeah!